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，又回到我们每天的小游戏时间啦。那又回到大家最期待的泽平被虐时间啦，好吧，我们继续来玩一下我们的奇怪大冒险哦。那上次是玩到我们第五关啦，所以这次的话就从我们第五关开始。这游戏的话，真的是，好啊，这我才一开始他就直接让我掉下去，是怎么一回事？所以这边我赶快啊，好跳起来，喂，哎，我觉得这个。有点考验手速咯，这边的话赶快过来，然后再这真有点麻烦，然后赶快过来跳一下，哇，好可以 ，nice， 吃金币。好吧，我觉得我的智商在严重下降，很快就直接没了。为什么你们都喜欢看这种游戏啊？这真的是有够麻烦的。然后那边有一个雨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前面这几个是会掉下去的，所以只能吃几个，好，不要这么贪心。哦，好吧，我大概知道了。反正我觉得不管怎样，我们就是要通通的，就是去撞一下头上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哦。我觉得这就是这款游戏的精髓啦。所以大家尽可能玩这款游戏的时候，要做个攻略，就是记住看你头像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那个云绝对是在跟你微笑的，绝对不行。然后这边的话一定要跳过去，因为这边有那个很像有那个飞弹的感觉哦。这边的话一定也是有东西的，哎，有没有？就玩这游戏会玩到疑神疑鬼，哎，好恐怖哦，这游戏。嘿，到底有没有啊？觉得有鬼欸，哦，我就知道有鬼。那这边的话，可能就要过来，然后跳回去这样的感觉。OK， 没问题，应该只会射一发吧。我完了，我觉得我今天大概只能玩一关了欸，我智商堪忧了。嘿，哎，再跳啊！这公主已经有鬼啊！我天的妈！我就知道，好险啊！哎，没有这样搞人的吧？哇，他大概都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了，好恐怖哦，这游戏。会，哎，好险！然后这边有一个，你不会拿剑吧，公主？等一下，我跳到你后面好了。我真的很怕，就是公主也会拿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前面有一个关卡，公主会拿剑呐、啊。哇，这第五关真的是蛮嗨的。想救她的话，连续顶那个共30次。好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不会当我是白痴吧？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好了。想救他的话，连续顶那个34。你确定哦？我真的顶了哦。不要在那边闹我哦！不要把我当白痴耍哦！等一下，别闹哦。哦，星级城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那还好，顶到差不多。那个二十几下啊，十几剩两下的时候，它就会有那个换别的方块，所以这句话不要顶太多次。这关卡还算蛮简单的啦，就比刚刚那个关卡还好多了。看一下啊、哦，好没了，然后换这个。喵喵，那个喵喵是怎样？哦，反正这边顶到剩两次啊，然后那边顶一次之后又有喵喵要跳起来。哦，那个喵喵怎么突然来闹事啊？我的天啊！哦，我的天啊！这游戏也太难了吧！好，换这个。喂，喵喵，不要过来。然后还有嘞，还有嘞，还有一次哎，要点哪里啊？上面吗？然后嘞，然后嘞 ，So what？ 哦，公主 ，nice。这关的话，我觉得还好啊，还行哦。这关算是还蛮阳春的，可以接受。红心召我去战斗，一路向东不回头。好，我们就一路向东不回头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屁嘞！好，这边的话跳上去好了。这不行啊！这怎么一回事？一路向东不回头，然后这边会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哇，动到刺刺，等一下，刺刺有鬼，果然有鬼啊！我就知道有鬼。哇，可是这个。这只能跳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那攀板都在骗人呐、啊！一次机会，会 jump jump jump， 这边先跳上去顶一下好了，顶一下，哎，不用，它会往上哎，所以那边不能跳。我可不可以拿枪、拿盾牌，然后往这边走，可以吧？没人说不行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子跳上去，然后这边往上，然后这个跳，公主。这关卡的话还可以哦，就是已经被他训练到疑神疑鬼的智商了，所以这边还蛮 OK。好哦，这是不怀好意耶。哇，三连大便哎，我的天啊！所以那边不能跳，要直接走过去。
哦，不行哎，还是要稍微跳一下哎，哎，太扯了吧！好了，我们往后走就，往后走也不行哎，他都知道我要干嘛哎。哇，那就是看一下啊。好，过了哦。看一下，有鬼有鬼！哎，撞牌在上面！哎，大哥，别闹了吧你们！哎。哎、欸，这武器真的是很夸张哎 ！Oh my god！ 我谁以后再叫我玩这种游戏？其实也还算蛮好玩的啦，小心一点啊！其实我不讨厌这种游戏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真的。可是真的是很夸张哎，会变疑神疑鬼，你知道吗？很害怕、啊。有什么？这公主是假的、啊，这感觉没这么简单啊！哎、欸，果然，好不好？啊！那边掉下去之后呢，应该会有东西出现，应该是可以。哇，知道这没这么简单，这游戏真的是纸扎一样。这边应该可以撞吧？不能撞吗？啊！所以在我们起来之前呢，在跳上去之前，我们就要赶快那个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不行，撞到一下它就会掉下来了。哇，智商已经负300了，智商堪忧哎，还是这边可以走啊？为什么这么聪明？这才是真爱啊！哇塞，这是假的，是不是？好险我还够聪明。哇，天哪、啊！可感觉这边走下去也会有鬼哎。哎，别哦。哦，吓死我了！我觉得这游戏真的会把我训练成一个疑神疑鬼的人，感受草泥马的愤怒吧，木哈哈！什么啊？哦，顶住就好啦！哎、欸，哈哈，还真的给我愤怒哦，这怎么办？药品也不行，这也不行，这都不行哎、欸！所以我们要直接撞这个木板吗？还是要怎么样？哇，有点难呢、欸。这会怎样？哎、欸，他们穿过来、欸，这没办法哎、欸。哇，想一下该怎么办？草泥马君的愤怒，你们干嘛啦？你们有什么好生气的啦？不行，哇，这关真的难倒我了。我平常都没在看什么那个的、欸。没在看什么提示的，但是这关真的难倒我了。他会冲过来，所以有一只会对冲，给他这个墙壁的话会冲过来，所以搞不好有机会可以那个，对不对？不能过不去，这样子给他快速过来，这样子吗？哇，这要看一下提示，真的看不懂啊。32撞32次是不是？好，来试试看，因为提示给我们是撞32次嘛，对不对？那什么啊？你搞到真笑哎呀、啊！这提示有提示跟没有提示一样啊！我的天啊，看不懂啊！不行哎、欸，完了，卡关了，卡关了，智商堪忧了。哇，尴尬尴尬，这边提示写的是32，哦，不是不是，要我撞32次，不是，他就是提示，要我撞这个提示撞32次才可以知道这答案是什么。那草泥马关卡真的蛮难的啊，完全搞不懂哎、欸。这个没有看提示的话，你们有直接过吗？如果有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哲平哦。我来看一下，公布解答怎么样？打哈脸是不是？哦，不是吧？这一关我真的要讲哎、欸，谁真的是没有看提示直接一次过的？这不知道吧？这是谁可以没看提示一次过啊？这个要点他脸，这个没看提示一次过的，在下面留言告诉哲平好不好？我直接给你一个爱心，太厉害了，这我真的没办法哎、欸。
太扯了吧！来看一下下一关，你在开玩笑吗？你是第一个玩通了二至三关来看到本提示的玩家，但是很遗憾本关没有做完，感谢你对本游戏的好意。真假的？所以这关卡还没完成哦。啊，是不是又要点字了？还是真的没有？哎，不是，可以移啊，嗨！公主啊，所以你知道吗？从前面那个草泥马关卡开始啊，你就会开始就是知道，就是不是只有你跳跃动作可以用啊，你基本上还可以移位哦。我觉得在第二张关卡开始之后呢，应该就是有一些地图上的物件是可以让你移动的，所以大概接下来的话都要比较可怕一点点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啦，应该看得还蛮开心的吧？你们，我觉得今天我还犯了还蛮多蠢的。那前面那个草泥马关卡，如果你真的是一次过的话，一定要在下面留言分享给哲平的，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厉害哦。好，那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点喜欢的选择评频道啊。看 ID 哦，按下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哲平的影片了。那我哲平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啦！